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到的，我跟他是在深圳仙妮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认识的，每个车间里都有一股臭臭的味道，因为他毕竟有冷却液，这些吸斑水这些东西没有担心过，了解的少，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，不过在2009年出现了一例。 明坤鹏的这个白血病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压根都不知道。公司并没有公开。我的儿子叫明坤鹏，今年刚刚20岁，真是青春年少，可是不幸被查出患了白血病。白血病呐，听到这个很可怕的名字，当时我们全家。 是惊恐不安、哭天喊地，难以相信，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落在我们头上？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，在做了3次鉴定，最终结论还是脂溢性肿瘤本所致的白血病。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想回老家吗？ 奶奶还说起还得念叨，问我们啥时候回去。半导体企业。 ASM 位于深圳园区的工厂，员工由一架又一架的专车送入厂房。密封式的厂房埋藏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今年只有27岁的明坤鹏，系厂内嘅装配工人，系每个月3000蚊嘅微薄工资，仲有令佢终身残废嘅白血病。明坤鹏，09年进厂，09年患上白血病。 很早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，明坤鹏今天早上4、5点钟的时候已经不在这个不在人世了，这是我们都是本中毒患者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。今天在座的都是本中毒患者，而且有很多工友都患的是和明坤鹏同样的病。我建议大家起立，然后呢，我们为我们这个我们共同命运、共同遭受职业伤害、共同。 遭受本危害的一个兄弟，起来默哀。